全家便利商店马祖机场店剪彩仪式正式开始，长官贵宾请拿起彩带，三二一，请用剪名炮。接下来邀请到的是连江县县议会议长张永江张议长。第三位邀请到的是连江县政府副县长王忠明王副县长。第四位邀请到的是陈雪生立委服务处特助游本义游特助。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南竿航空站主任翁丁煌翁主任。接下来邀请到全家便利商店北二区本部长萧大成萧本部长。198，围巾手套。